Welcome to my tube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阿石。那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带来这款新游戏，叫做《与月共舞的海》。那这一款游戏是短篇的 RPG 游戏，那总共会有四个结局，三个 end 加一个 bad end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，够喽。是的，今天就是依旧用这个低沉的掌声跟大家，为大家玩这款游戏啊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某个地方，有一批四处旅行的狼，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。他悄悄地寻找着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来到了西之山。哦，可爱的狼，睡得真好，吃个饭吧。得去采集点蘑菇，在这之前先看报纸好了。动物新闻报纸，害怕怪癖的兔子们，目前在兔子之间流行着一种体重变重、发高烧、无法动弹的怪病，不知是否会传染给其他的动物呢？好可怕！至今仍未找到解决的办法吗？我还是去找蘑菇好了。素食主义的狼吗？椅子和桌子。我在思考还要不要配音这件事，就是这个响声是不太能。哦，兔子们呀，是狼啊！我是一只不吃肉的，很棒的狼哦。那么回去吧。等等，有你的戏。这是什么？似乎是来自兔子王国的传唤通知书。为什么会传唤身为狼的我？虽然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还是去看看吧。对，如果不是维持着我迷人的声线的话，我的声音就会闭塞。这边啦，它的行走方式地图非常非常的觉得不明显。原来兔子王国这么近啊，我都不知道。原来这么兔子王国这么近啊，这是什么语法？倒装也不是啊，所以最近经常能见到兔子，是这个原因吗？是妹子。呀，你终于来了！呀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就是最近开始住在五等领地的狼啊！我就直接切入正题吧。虽然对你很抱歉，但是能立刻离开这块领。好可怜哦，阿许现在没有办法配音。我就直接切入正题吧。虽然对你有些抱歉，但是你能立刻离开这块领地吗？我的同胞们十分的惧怕你，甚至无法外出。怎么会？我明明都没有吃过兔子，我是素食主义者。不离开？离开？是吗？谢谢你，大家就放心了。就这样，狼离开了西之山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End one， 狼消失的那一天。看来应该的确非常非常短啊，四个结局，1至20分钟的游戏，我没有存档，所以我们又要重来了。有点难过。我竟然没有办法配妹子的声音呢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现在啊，就是对阿许一直很希望变成男孩子，那真的变成男孩子之后，我就回不去女孩子的部分了，对。
我们试试看好了，应该可以啦。多拔几下吧，那个弹有没有？呀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就是最近开始住在五等领地的狼啊！我就直接切入正题吧。虽然对你很抱歉，但是你能立刻离开这块土领地吗？我的同胞们十分的惧怕你，甚至因此无法外出。怎么会？我明明都没有吃过兔子，我是素食主义者。不离开。我也觉得你会这么说。要和我做个交易吗？你知道最近这一带在流行着怪病吧？是的，我今天早上看过报纸哦。兔子们发着高烧，一面的沉睡着。如果你解决这件事，大家就能知道你没有任何的威胁了。我吗？我做得到吗？我认为你做得到。详细的情况就到隔壁的房间讨论吧。啊，为了紧急状况能联络。啊，等等，我现在的发声位置不太好。对，就是好呀。为了紧急状况能联络，所以去和那边的兔子拿无线电吗？好的。为什么房间里面会需要无线电啊？我工作告一个段落就会过去了。你先去房间稍微休息一下吧。他看起来忙于工作，还是不要和他说话比较好。这是无线电，请用。兔子十分的害怕。我又没有对你做什么，而且你不觉得我看起来就是和蔼可亲吗？和蔼可亲的一匹狼啊！哇，是狼！门不见了，哔哔哔哔哔，郎君，回答我一下。是的，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门不见了，黑色的兔子在增加。这样啊，使用了幻术了吗？那些家伙也是很拼命啊。郎君，如果你解决了他们布下的问题，幻术就会解开，我也能过去你那边了。想办法解开吧，哔哔，他们哔，加油吧！这里面真正的兔子是几号呢？如果答错的话，你就会出大事哦。真可惜，好苦。我是假的，但我旁边的是真的。就一个骗子。我是假的，旁边是真的，所以正确，没办法了，幻术撤回。得到黑色的兔子的玩偶啊。郎君，不好意思啊，话说回来，你有看到掉下来的玩偶吗？有的。黑色的兔子和那些究竟是什么呢？跟你说明下好了，兔子之间在流行着一种怪病，对吧？那其实都是因为黑兔。黑兔通称为影兔，影兔是为了逃离本体兔子的影子们。影子逃离了本体，说明一下吧。生物只要感到恐怖害怕的话，就只会想要逃走，这叫做防卫的本能。
最近你开始居住在这片领地上，看到你的兔子们，因为害怕影子逃得比本体还要快。我的错。不，影子只是稍微吓唬了一下就逃走了，所以并不是你的错。一直以来逃走的影子很快又会回到本体上的。但是这次不知为何影子没有回来。在这之后，没有了名为影子的另外一半的兔子们，身体开始越来越衰弱。那个玩偶是？那是？与其给你说明，还不如自己来看吧。接下来，让这个生命的兔子抱着这个玩偶。太棒了，影子回来了，我也恢复精神了。太好了，狼先生，谢谢你，狼先生真善良呢。话说回来，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你的影子没有回到了本体，不过你有什么线索吗？影子失去的记忆有点模糊，但的确，我似乎见到一只可怕的狼。我应该是太害怕了，所以藏起来了。不，它比你更加巨大，眼神更加的锐利，穿着绿色的衣服，戴着金色的手镯。怎么了吗？没事。